我真的不知道我脑残能够清醒多久。也许有一天我什么都记不住了，我不清醒的时候，你们必须要花钱来照顾我。到那个时候，这笔钱就变成我的感谢了。干什么你？到处扯我后腿，你这是勾三了混了，所以你最好是卷铺盖走人，我才好日子过。你们两个给我住手！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《初恋的情人》。